这是阮的玻璃姊妹，好，来你自我介绍。我是玻璃姊妹，我伫蒙恩教会，甲即个我的市长，伊真好个，伊逐摆教我人安怎做，安怎会晓，安怎做啥物。因为主真正恩高伊，咱的主是真好，真恩高。阿门。感谢主妈的恩典，感谢妈母。老师信主无久，我顶个礼拜洗礼，也可以自我介绍。啊，你来啊！我名叫史蒂芬，我也是我拄五月头来北主，慢慢听久了，我刚好顶礼拜来洗礼，感谢主。啊，过去是真正爱跋筊，恁欠真侪钱，恁厝内家下，若是伊阁是爱跋，啊袂有弟兄姊妹为伊传福音，了伊来教堂听着主的话，互主感动，互主摸着，来改变，互主改变。即阵无跋了，啊跟着主的脚步，来服侍主，服侍人，啊了主会接好伊的脚步，啊接好伊手所做的，脚所踏。阿妹，用了最好处哦，来即阵我们来。啊，叫玻璃姊妹来做伊个啊见证啦，来荣耀主的名吼，哈利路亚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吼，因为我今日来恁人边内即搭，啊，要来做淡薄分享，互恁人讲我有拜，安怎款个来接受主吼？因为我是毋捌字个人，我袂晓读册，我袂晓讲华语，拢袂晓。啊，我迄阵我是拜拜。啊，我的囝是信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怎我会接受主呢？因为我查某孙问我讲，人伊你爱去信主嘛？我就甲伊讲，哦，是啦，我是爱信主，不过我毋知影安怎读，安怎做啦，安怎信主，安怎敬拜，我袂晓。后来我表弟巴沙比利爱开一间福建的，我就去咯。我人去迄阵吼，我才去无几个月啦，因为我爱去中国食吼，真正奇妙啦吼。我阁毋捌字啦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主讲话呢。我就用我的爸的天公，迄阵袂晓，就我天公啊咧帮人我。我也是讲去中国吼，食风转来吼，我就接受主啦。啊，你袂晓就对啦。啊，我阁袂晓，啊真感谢主啦。我已经信主十年了，我信主十年了。到这个十年的中间吼，主赐予我吼，也会晓读华语的圣经啦吼，教我读华语吼，啊，搁会晓讲福建，会读福建的圣经啦吼。安尼我就真感谢主啦，因为我甲主讲我逐项袂晓，啊我有我的心意是讲主啊，你若是爱我做啥物，我会接受；如果我做物件，我会接受；如果我诚实袂晓，就主来甲我同在啦，吼。安尼啊，我哩真感谢主啦，我做了两年，我伫工程两年，主选我做组长，我一个做组长，我就甲主讲，啊主啊，你叫我做组长，我哪会晓？老尾我的牧师，我对我的牧师讲，我袂晓读圣经，拢都袂晓。安怎想我做组长？牧师讲，主爱听你这个戆的囡仔。我讲嘛唔知啦，到我会变囡仔。牧师讲我是囡仔，我就无因为我迄阵无啥物会晓，我讲安怎变拜主？啊，这十年来吼，真感谢主啦吼，主予我伫教堂内面吼，会知影安怎服侍啦。安怎卡安尼，啊，搁予我做一个即个市长，予我即个阿弟姐妹吼，实在真正好，真正好。哥吼，啊，我今日吼，甲恁人讲，恁人若是阿未信主的人吼，都较紧，咱用咱的信心来信主，主定要帮忙你的，啊，对吼。耶稣吼，营养归好处吼，你莫啊，你那阿弟啊，有咧无读册，莫讲，哎呀，我无读册，我袂晓看圣经，若是甲出错吼，我毋是无读册咧，我但是我无走读到三年，不再三四年啊，是真正出来啦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吼，咱人啊。阮新加坡逐摆吼，阮牧师若是爱分享话句的时阵，就是爱甲大家问安啦吼，就是讲啊，你有平安无？有平安。
享哈，我真感恩哈，哎，我感谢主，我来做一个祈祷哈，求主来锻炼我哈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感谢主耶稣的恩惠，感谢天父的疼痛的爱，感谢圣灵的引导，好，我听进来个 star 爱来分享你的话语。哦，主啊，我将我家己倒空你在你的十字架后面，主啊，你甲我同在，你圣灵来锻炼我，好，我恩膏我，好，我今日所讲的信息，拢总是靠着你的圣灵锻炼。哦，我话出来是靠着你的圣灵有大能力的。哦，求主的圣灵在我当中。哦，来充满，来充满一圣所，充满每一个人，拍开每一个人的心。哦，让每一个人听到你的真理的时阵，会让每一个人哦得到造就，也得到帮助，也让每一个人有一顺服、谦卑、爱主、爱人的心。主，我将我家己，也将我这弟兄姊妹，跟阮指导的牧师，拢交在你的手中。我感谢，我阿罗哩，我安尼感恩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第三摆分享啦吼，头一摆是地丹阳槟榔，因为阮人地丹阳槟榔有一福建的时间啦吼，恁第二摆就是顶一摆个去迄个什么山卡哈迄，了即道是第三摆啦吼，恁感谢主吼，恁今日我来分享上帝话语的时阵，我本是爱大家弟兄姊妹爱撒播我啦吼，来注意听啦。好，所以吼，你就甲你的隔壁人讲，莫困啦，能协助啦，吼，真正真神吼。所以我知道吼，不时会问恁人的时阵，恁人就爱回答我，因为恁爱支持我嘛。感谢主，荣耀归下主吼。今日我要大家分享的是 mindset， 好，恁爱知影 mindset 是啥物意思无？啊？mindset 感谢主哈 ，mindset 就是讲你的思想甲你的看法啦，啊，你的思想甲你的看法，咱人就爱知影吼，当咱人接受耶稣以后吼，咱人就成为新的什么人？有恐怖无？恐怖。恐怖，因为吼，大家就是新的家己，所以吼。正确的狂风哦，咱来看《加拉太书》第三章第二十六节，《加拉太书》第三章第二十六节，所以恁人一信耶稣基督，都是新的什么人？阿门。所以恁人。因信基督耶稣，就是新的儿子啦。好，所以你甲隔壁人讲，你是新的儿子啊。阿门。感谢主，身为新的儿子，咱就必须爱无相像的思想，甲无相像的看法。啊，咱唔通通搁相像古早迄款哈的信基督耶稣迄阵迄款的思想，甲迄款的看法了嘞。啊，无了吼。咱时阵是信耶稣，咱的思想跟咱看法就爱无相款了。那安尼，咱身为神的儿子，咱就爱有甚物款的思想，甲甚物款的看法咧？恁哪会知无？唔知吼，感谢主啦！唔知你就专心听我来分享哦。若知你就来我隔壁甲我分享啦。开玩笑啦，我真正是甲开玩笑吼。感谢主，安尼恁较袂爱困啦吼。恁即个身为新的儿女，咱着爱有甚物款的思想，或甚物款的看法呢？其中一个就是，吼，身为新的儿女，咱是无任何的欠亏啦。甲你隔壁讲，无欠亏啦。无欠亏。啊，身为新的儿女，就是无任何的欠亏。这就是今日我甲大家分享的题目，吼。身为新的儿女是。无任何的欠亏，吼、哦！恁知影无是为甚物身为神的儿子是无任何的欠亏呢？因为咱的神是满有能力的啦，吼、哦！伊是创造无敌万米的神啦，吼、哦！现在并且伊即阵就是咱的阿爸爸啦，哇！恁人听得会记记袂？会听影袂？搁听一摆哈，哦，恁
咱的神吼，咱这上帝吼，伊是满有能力的，伊是创造无敌万米的。即阵真正即阵啊，伊就是咱的阿爸爸啦！哇！感谢主啊！所以吼，咱也会真惊讶啦吼，哇！咱的阿爸爸吼是安尼有能力的吼，有创造无敌万米的吼，那是咱的咱。那是迄个万能的上帝，是咱的阿爸爸。安尼，你阁有啥物欠缺咧？无，你人阁有欠缺无？无。感谢主吼，是无欠缺吼。那是吼，地当中啊，是你人阁有欠缺吼。安尼吼，你人就会对咱这个神还出啊，无啥物印象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出讲咧，讲阮人按啊，即个玻璃姐妹吼、哦，你看伊逐摆来教会，话伊穿阁真水个咧，话伊逐摆吼啊，真正整齐，阁真正水个，真正高贵吼。若是讲吼，伊个囝穿伊来，两个囝穿伊来，啊，你个囝若穿到破破烂烂，啊是阁穿浅拖，阁无咧食饭，啊，你哪会对玻璃姐妹发出无好印象话？会啦吼，你讲哎呀，出来玻璃姐妹安尼高贵安尼有女哈，啊出来伊囝穿甲安尼，所以烧啥物啦吼，这就是讲为什么当为咱成为神的囝儿的时阵，你就无任何的欠缺，因为你大人的大人咱的神创造无敌万米的上帝。就是咱的天父啦，所以吼，咱无任何的欠缺哦。第迦南太书第四章第六十、第七十，安尼讲：恁人自为今日先就猜伊的，今日的灵入恁人的心，呼叫阿爸爸啦。好，第七十，可见。从此以后，你不是落魄，哦，乃是行礼了。既然是行礼，就靠着神成为后代啦，哦。所以咱拢总是神的行礼，哦，咱就是神的后代啦。你来知影什么叫后代无？会无？会哈，感谢主哈，哦。这个后代意思就是讲，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啦。感谢主，我讲 Amen。别话出来吼，我有四个囝啦吼，感谢主吼。啊，因人拢总是我后代啦。啊，咱啊意思是讲，我所有的一切拢总是我的囝儿的啦吼，但是无多啦吼，其他阁有剩淡薄啦。咱我囝儿吼，所以吼，因人是我后代啦。因为我今日吼，因人出事的，出事迄个字哈，内边吼，爸靠爸母签名，甲有我的签名啦，所以吼，因人就是我的后代啦，吼，甲咱 Steven 吼啊，伊会使成为我后代袂？袂使啦，因为伊的生囝字唔是我的名啦，伊妈妈的名啦，吼，所以吼，伊唔是我后代啦，吼，感谢主。无认为，无别人会成为咱后代，除非讲咱家己囝子生囝子有咱的名姓，咱才是伊才是咱的后代吼。同样的，当你成为新的囝子以后，神就是你的阿爸天父，自然呢，你就是成为新的后代，吼，神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。哦，感谢主啦！啊，你今有一个问题要来甲大家讨论，就是咱人即阵是，既然是神的囝子了吼，安尼吼，咱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咱的了咯。安尼，咱是到到天堂去，咱领受着咧，还是咱即阵活在世上的时阵，就领受着咧？来，你若想讲到到天堂的人领受着去笑。哇，咁个啊，两个哈 ，OK， 三个哈，感谢主啦。有时啊讲啊，即阵咱活在世上的时阵，就领受着了咧。哇，安尼吼，啊，即阵是活在世上的人较侪啦吼，安尼感谢主啦。咱来看啦哈，咱人不是爱来看这爱知影答案啦吼，咱人就来看。看神创造人的历史迄搭吼，咱就找着答案啦吼。感谢主，咱来看创世纪。第一章十七节，甲三十节。
字，第一条廿七十到三十十，第廿七十安尼讲，神国，神就照着家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是照着伊的形象做人甲做路。第廿八十，神就赐福给人，又对人讲，爱生养正多，天满地地面，水里皆堆。也要管理海内的鱼、空中的鸟，甲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第十九，神讲看啦，我将天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、的菜蔬，甲一切树底所结有壳的果子，拢赐予恁做食物啦。好、哦，感谢主。第三十，至于地上的走兽、甲走兽、甲空中的飞鸟。各样地底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予伊人做食物，是就成啦，吼、哦。安尼吼，第一道咱就会找到答案。身为今日，身为神的今日，咱是即阵伫我的时阵，就领受到一切了啦，吼、哦。恁来明白袂？明白。会啦，吼、哦，感谢主。因为咱人活的时阵啊，神创造有伫万物的时阵啊，神就为咱预备所有的一切了嘞。好、哦，感谢主哦。咱卖讲什么啊？哦，咱就成为外人的时阵，咱就需要什么空气了嘞？咱也无空气，咱就无办法一放烧了啦哈、哦。所以神哈，拢将所有一切啊，都为咱预备了。所以感谢主哈。哦因为吼，伫神创造亚当甲夏娃迄个时阵吼，神看到伊人就对人讲：“我所有的一切拢是恁的嘞，拢是恁的啊！吼、哦，感谢主，我所创造的每一项物件拢是你的俩，感谢主啊！但是有一项物件，你着爱知影，你着爱必须爱做的啦！吼、哦，就是恁你当管伊人。”啊、就是恁要当管的人，恁人要管理的人吼。所以，上帝当你成为神的家己，你就是神的后代。凡神含受伊神的，就是你的。但是有一项物件，你都爱知影、听清楚啊。恁都爱会晓去管理，会晓去管理。吼、哦，神乎恁的一切，恁都爱会晓去管理。吼、哦，你要神赐乎你更加多的才能吗？啊，你姐姐啊，阿妈，大家嘛爱，我嘛爱。好，感谢主。但是吼，你上帝讲，你要神赐予你更加多才能嘛，阿麦对神来讲是无问题。但是吼，你必须会晓管理你的财务，你的钱啦。那是神予你多多钱，啊，你也袂晓管理，你去吃、去啉、去跋筊，是袂了神会予你袂袂啦。同款的，咱人厝内爸母嘛是安尼，咱的囝儿若是安尼，常常啉跋啥物，伊嘛是袂讲国家吼你的。所以吼，咱都爱会晓珍惜神祝福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懂得去管理，咱也要去管理吼。感谢主吼，你要神赐予你健康的身体啊，咪？哎。哎，对神来讲无问题，但是吼，你必须爱控制你人的食物呢，哈、啊。爱控制你哪会食物吼？卖讲哎呀，胆固醇啊，袂乖呀，甜椒啊，个对卡榴莲个全是食，来，哈，爱控制吼，感谢主吼，啊，是讲伊互你健康无问题，但是你爱控制好你个食物，啊，你怎样？你要先祝福你卖，哎，啊，感谢主吼，啊。也神会予你温故啊，服侍伊对神来讲唔是问题，但是你本是爱会晓用好好的应用神予你的温故，忠心谦卑服侍伊吼，吼神予咱的温故吼，吼会温馨吼，真诶，咱就爱感恩诶、谦卑诶、顺服诶服侍伊，唔是咱家己爱做啥物就做啥物，无咱爱对条神的脚步来行吼，感谢主吼。你哪个会记得啊？这龙珠回头这个事无？会哈，感谢主。我相信当中吼，当中有诶吼比我较强咧。哎，有影，感谢主咧。我吼是圣灵诶锻炼啦，哈。我真正感恩啦，哈。但是我本身爱互助用啦，我感觉诶
讲出上帝真话语出来啦，所以我伫学，所以我知影上帝阮用我啦，啊，感谢主吼。所以吼，咱人就亲像浪子一样啦吼，咱人离开了神，但是神才会今日耶稣基督来找咱啦。吼，当咱人无论啥物人，哈伫信主的时阵离开了神，神吼阁是差伊今日耶稣基督，接着某某人或者弟兄姊妹拢总会为伊传福音，爱传传到来到神的面前吼。咧，当咱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阵吼，若是讲弟兄姊妹有带人去浪子哦，来到咱的当中，伊咱来到当中接受耶稣的时阵吼，神阁是接受。接纳伊个啦，神毋是讲，哎呀，你犯罪安尼做了，哎呀，我无习惯，无，神无批写人，因为神吼完全伊是爱个，伊爱人个，伊无批写人，无论咱大罪细罪来到伊面前吼，只要咱固执耶稣基督为救主，神阁是接受人，感谢你，哎，感谢主哦。第四道题中有一个经文安尼讲，第六卷福音耶十五章三十一节，有弟兄对伊讲。囝，你常甲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这罗马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一节，啊、哦，弟兄对伊讲，囝，你常甲我同在，我一切拢是你的，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啦，吼、哦。第一道有偌济人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了呢？有偌济人接受耶稣，咱当中拢总接受耶稣未？接受耶稣了吼，感谢主吼，哈利路亚吼，安尼吼，上帝啊，甲你人讲吼，这是伊讲，我的囝，你常甲我同在，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啦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应允吼，这是神的应允呢，你要相信呢。好、哦，当你成为神的家己的时阵，你就无任何的欠缺，因为神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啦，阿妹。也可能你第一道骨还未领受到全部，但是拢是你的啦。好、哦，感谢主哦。财富甲荣华是属于你的啦，因为在这世上每一项物件拢是你的，都属于神的，也是你的啦。健康也属于你，聪明智慧也是属于你，才能甲创意也是属于你，爱也属于你，因为咱的上帝就是爱啦，吼、哦！感谢主，第三有可能你哪会问，若是凡属于神的，就是我的，安尼我搁还未领受着咧，搁伫爱怎款，甲会领受着神赐予我的一切咧？会安尼问未？即阵，咱人着对圣经来看，身为神的儿子，你要安怎做，才会领受着神所赐的一切呢？这有三点，啊、哦，咱来看这三点，就是头一点，咱要注重你所有的，唔通注重你无的。第二点，爱对你所有的爱有忠心。第三点，神会加添你所有的，啊、哦，咱来。看这头一点，就是注重你所有的，不是注重你无的。这是你的开始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你的开始。当你第二成为神的儿子迄时阵吼，你的思想，吼、哦，咱的思想啊，就定着爱改变，定着爱改变，吼、哦。你爱对你注重你古早无的思想去当。转去注重你有的思想里头，吼、哦，所以就爱改变吼、哦。一旦你成为新的囝子吼，你唔是甲旧厝安尼受伤了嘞？哎呀，我的钱无够啊，我的时间无够啊，我财力无够啦，我这个无够，我那个无够，我这个袂晓，我那个袂晓，啊，唔通阁是安尼了啦吼，爱斩断了，切断。啊，一句拢总袂使，爱斩断了。啊，唔通我叫你去啊，割断啊，叫小组啊，什么？哎呀，我无闲啊，什么拢总嘛，斩断了。啊，卖安尼，卖这款的思想。啊，感谢主啊，因为这是一个缺乏的灵啊，欠缺的灵哦。这欠缺吼，这灵吼，欠缺的灵吼，一旦你成为神的囝子的时阵，你唔通搁带着这欠缺的灵。就甲你的新的生命来滴，
吼，你人爱会明白吼，感谢主吼。成为新的家己，咱要开始注重的就是你所有的嘞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！我即阵银行有1000块，但是吼，感谢主，我搁有1000啊。所以你要注重你用有的啦，吼。我感谢主，我即阵有资本的才能，会使鼓励人的才能，袂济，但是我有这个才能啦，吼。感谢主吼，我感谢主，我健康的身体嘞。虽然我的脚无啥物有力，哈，但是我搁有手，我搁有心，啊，我搁有头脑灵活嘞。所以感谢主咯，吼、哦，感谢主吼、哦。亲像咱人的这个，我人的这个 Steven 弟兄吼，感谢主吼、哦，伊来教堂无久嘞，但是佫还袂娶某嘞。感谢主，伊来教堂无久吼，但是吼、哦，在咱门教会吼，真侪人爱嘞。哈利路亚。特别是甚物，拢总是人爱滴嘞。但是吼、哦，伊不是真正欢喜，伊注重。伊即阵呢，伊讲有老安弟爱好过无老爱哈，你呀感谢主啊！啊，感谢主啊！所以他伊不是只注重，所以伊真正娱乐，伊只老安弟爱伊真欢喜，伊也是真正欢喜，不会飞的啦！感谢主吼、啊！大家成为新的家己啊！你注重你有诶，唔通注重你无诶，这就是咱的信心，并且会妥协的欢喜啦！吼、哦，咱来传扬吼，伫遮呢，即马太福音吼，啊，13:12，凡有诶，搁要加予你，叫伊有春呐、啊，啊，凡无诶，让伊所有诶，全部加去啦，吼、哦，第一道吼、哦，感谢主吼、哦，第一道我带淡薄见证啦，吼、哦，就是我家己本身诶见证，你看我吼。哦啊，安弟姐、恁姐，你真老实吼、哦，我拄则吼真歹个咧，我拄则吼无叫烧粉、烧泡、烧面，啥物拢总样样，大部会晓，我拢总会晓个咧。就是个，啊，咧我拄则做偏门个生意吼、哦，偏门个啦，超市个生意啦，我真贤趁钱，也真贤开钱，左手赚倒手开，中午就落咧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吼拄则无存钱吼，我拄则个生意吼、哦，啊真贤做啦，但是也是无存钱啦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就是讲，这个圣经节就是想着讲吼，啊，我也是，凡我无的吼，拢总要加起来。我虽然讲有的，但是我赚了本是无嘞。来，再看买买，你会知影袂？我吼会厝内有四个囝，啊，我的囝子吼拢总父母饲大，我的丈夫离婚了，然后我家己啊在外口安尼漂啊做生意啊做偏门啊，安尼啊无讲真好啦，啊甲这个咱的老人吼，咱的老人经济你也知啊，啊是烧钱安尼吼，啊就是走外口走世界安尼吼，然后尾尾对人去食着离婚吼，食毒啊，然后我伫外口附近吼进进出出啊五摆。我脚骨筋进进出出五摆的时阵哈，你会知影我伫脚骨筋我阁未改变嘞，阁逐摆甲人相拍的嘞，逐摆靠手靠在外口，因为迄阵我性命吼，我不只是拜拜的嘞，啥物神佛拜嘞，了阁皈依去念阿弥陀佛，人死去人念经嘞，你看安尼歹的人，无人死去人念经啊，啊唔知念啥物经，咱阮未晓啦，啊甲人死前乌纱就去甲人念经啦，啊阮无通改变呐嘛，咱的目的是讲爱改变。但是无通改变，了我吼伫底面见吼，我阁是真歹。了有姊妹就开始甲我讲咧，哎呀，你去信耶稣，耶稣会改变你咧。我讲真实咩？耶稣会改变我，咪互我，互我出出一支底面见，毋知偌好。你知影我出一底面见500吼？你知影吼，政府无办法改变我咧，厝内人也无办法改变我，对我失望嘛，不爱看我。厝内人我出去的时阵，靠我来听听，我今日哭落去，卖听，因为失望了。了朋友。弟兄对我讲实话，所以吼、哦，无帮我人改变我，只有主耶稣改变我。我感谢主吼，我伫内面信了耶稣吼，我的生命吼主改变吼，我的心内面够有爱嘞，无我无爱嘞。我逐摆拄着人哈，人歹烦着我，烦着我话，伊也是真歹过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感谢主嘞，伫我内吼慢慢吼，上帝爱伫我心中吼，啊来帮助来锻炼来改变我。所以上帝讲，爱人包含一切嘞。所以吼、哦，我真正相信这爱人包含一切。所以慢慢吼、哦，到我第五摆出来的时阵吼、哦，哇，我圣灵充满嘞。
到我去教会，我规个第五摆出来去到教会，规落教会咧，我甲主讲咧，我是苦出十外块了咧，我甲主讲主啊，我做好人咧。我是出我辛苦穿十外块，安怎做好人？咧，有影了，我平时甲主讲真侪话啦，讲到嘛食滴滴流，滴滴流。咧第工空我拣出来时阵无滴手的咧，咧我就食手滴滴手啊，鼻啊，因为流的口吼，咧鼻水嘛流咯，就安尼穿安尼穿。哇，迄阵吼，感谢主，迄阵吼，我真是吼，我真是悔改伫上帝面前的。哇，真是甲上帝讲，我做好人嘞。我十外块，我出着我迄十外块。那是我甲上帝讲，我会做无人。那是我讲真侪，讲到后尾，我甲上帝讲啥物咧？上帝，你看累侪侪，后摆做你会干？那上帝讲我话，会袂？会啦。那是你来听上帝话去行啦。啊，不你无可能一摆到等上帝到后尾落来嘛对咯。感谢主哦，上帝坐下免感动哦，一步一步锻炼哦，锻炼我长处，我嘛真顺好会长处。但是你长到厝哦，出来人嘛是接受你的，佮对你真好。原来吼，我悔改时阵，上帝就伫我厝内做奇妙工作了。阿我厝内感动我厝内的人吼，接受我，拢总上帝为我安排，也为我找工作，连我的心。是看安怎啦？爱家己也是对了上帝，但是我对了上帝，我顺服上帝的话，我去甲人做工，我毋捌甲人做工的咧。啊，有做好面的，做头家娘啊，做女强人，但是这样都去甲人攀高比咧，是咪咧？啊，我不去做咧，啊，我袂去计较，啊，甲人做工也是无计较，忠心的甲迄头家做工，啊，头家吼，旧日工吼，淡薄先到我关怀咧。所以吼，我真正感谢主。第二道吼，我查囝哈，伊人有走吼，听到我声哭落去，无输到我个咧。第二道吼，上帝开始伫我家庭做工个时阵吼，我今日真正有效啊！我查囝讲，老母啊，一年两摆，你吼吼耶稣改变了，一年两摆个啥物？你去过，就是我个生日甲我个母亲节啦吼，两摆你去过。我古早吼，我伫做生意。靠无顺服上帝吼，每摆伫上帝面前，我上帝咧后尾哇，奇妙的做工，奇妙的祝福，我祝福到满满嘞，祝福到逐年买了我买买了，因为吼，你也是真实的，真正感恩嘞，因为我即阵吼对主搁较亲嘛，所以对这物件我无讲真正在乎啦吼，我买买吼伊物件金器啊啥物，金器叫我家己买买，我来做主的工嘞，来感谢主哈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我怎样甲恁人分享吼？上帝又真又乖的啊！只要你吼悔改顺吼，一步过一步，莫跳过脚步，吼、哦，一步过一步，你看到上帝伊的祝福满满对着你后背，吼、哦，咱就爱顺吼，吼、哦，看上帝爱爱咱安怎，毋是咱爱安怎，感谢主，恁上帝本吼为我开路咧，伫当用槟榔去当吼，吼、哦，我一时开路一。施工吼，伫福建的聚会吼，感谢主，看到恁人我就想到迄道啦。但是迄道感谢主会较大，过咱这道。但是咱这道后摆搁较大个。上帝为我开这单阳边仔时间，因为单阳边仔古早拢爽吼，是食药头鱼，连我第一道出入做偏门，所以我去到见证吼，我唔知影上帝用我第一道过过来做甲安尼款，我想讲团好因好了，尻川扫扫无代志了，莫知影我上帝第一道开这教会吼，连我吼多数逐礼拜，比如一个月，有四个礼拜，我去三个礼拜，有时去四个礼拜。感谢主，让我安尼会释放的，会扩张我会释放，我荣耀归给主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吼，所以吼，感谢主吼，这就是讲咱心为神的行事吼。我吼，第你看我即阵吼，啊，第信耶稣时阵，我拢总一无所有啦。但是信了耶稣，你看我逐项有啊，无欠亏，我阁会使帮助人嘞。所以真正感谢主哦。所以吼，我了个当我出强这十外块的时阵，上帝就对我十外块祝福了
这样的带领我哦。所以吼，第一就是咱爱注重你所有的，卖注重你无的吼。第二就是对你所有的爱忠心啦吼。第六个福音。第十六点，第十七，人第最细的思想中心，第大事也要中心吼。当你想为钱来行去，若是讲你有一千块吼，你有通赚一千块吼，你着对这一千块爱中心啦。啊，怎靠中心呢？你若是有通赚一千块，你对这一千块爱中心，就是你哪样入去十亿的奉献出来。这奉献真有影个啊！你莫看安弟安尼吼，无力，感谢主啊！我累存真多个，存到我甲我个囝讲，后摆我即个累哈，交入教会。但是吼，当作我听到教会需要个时阵哈，我讲免等到我死交，即阵会使交了。所以吼，咱吼着爱知影，咱爱分出来，咱个出堂个累，你敢敢会十一奉献啊？你看上帝祝福你个。九百，你倒会奉献，祝福卡，你有存的，有存，你人就爱相信，爱有安尼款的分出来。甲咱我有偌济，我就分出来，哈、啊。我趁早甲你讲哦，我甲上帝讨米济济哦，上帝偌好，伊给我米济济。第一年我特别算来，伊算万算万的嘞，所以上帝也是对我很好，很幽默嘞。我给托你做做，你给我特别你做做，就是我给一年管理的钱啊。所以我讲，我真满足嘞，我真满意。啊，上帝不要紧，我只管理一年的钱，但是后摆你给我送一个礼金嘛，哈。阿妹，哈利路亚，阿妹，阿妹，感谢主哈。当你想要新的行李，啊，若是你有资本的，啊，甲一个的人哦，啊，对你所有有诶物件重视，甚至会互你搁较有灵啦。然后玻璃姐妹吼，你特别出物件来教会咧，我哪会教会感谢主？上帝就是安尼听我来教会，咱教会充满着爱，彼此相听，彼此无计较。啊，需要时阵啊，拜，自搁着爱拜登的咧，啊，安尼。看，人就是因那有赐的才能，够鼓励人的才能。上帝加添力量给人，啊，给更加有力量，给煮物件更加好食，啊，给鼓励人，啊，所以感谢主吼。所以伊做助教不是真吼，伊个的这的弟兄姊妹也是真正顺吼。所以感谢主，荣耀归乎主哈，你知啊。弟兄姊妹，我向神祈求，希望有一日，当你人去到天堂的时阵，你就会听到耶稣安尼对你人讲吼。第马太福音15:11，安尼讲。第马太福音15:11，主人讲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地无罪的事上要忠心，我就将真多代志，予你派你去管理吼。我相信神会继续祝福咱人这间教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这间教会会成功。你人会知影什么呢？因为我你人有一个忠心，吼、哦，你人拥有忠心，感谢主，神会赐予你人一切拢成功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哦！神已经赐予你人，第一道有真正出。做好的回忆哈，吼、哦！虽然人无做，莫看咧人无做，来相信用神的属灵的眼光去看，上帝会祝福了，祝福到不够了，还是要大的地方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咱有安尼做回忆，并且哈，拢做真忠心，好好使用神赐予咱的这个人才。啊、所以咱弟兄姊妹感谢主，隆重的是道，得着神的恩膏，彼此配搭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来爱主爱人。感谢主，这教会不是充满着主的爱、啊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第一道，咱聚会，咱都看到啊，服侍的人吼用心，所以咱真正相信神会予咱这个教会如来如成功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第这诗篇吼啊，第十八十五十安尼讲，主爱的人，你以主爱待伊，吼、哦、待伊啦。这诗篇十八十五是安尼讲啊，但是吼，第阿摩吼，伊人讲就是讲忠心的人，神会忠心待伊人啦。好、哦，走，成为新的家己，咱人要安怎款？也是心所为一切的头一条。
吼、哦，神上强的是啥物呢？你哪会知影无？神上强的就是爱加添你所有的啦。感谢主嘞，吼、哦，我有的嘛神加添到我有啊。我感谢主，我逐日带着感恩的心。你问阮的弟兄姊妹，我逐日在新加坡的时阵，我做工课，厝内工课，下节我就出去探访人，无论老人伊啥物需要人，然后无我就是第一年服侍，所以因也归服主，因为我带着感恩的心，我若是无上帝，我吼，假如不是上帝吼，我不是在监狱，就是在地狱嘞。所以我感谢主，我将我性命完全交予上帝，哈利路亚。第一个马太福音吼，啊，咱来看啊，神加添咱哪所有诶，你哪搁会记五饼两块鱼无？这记者吼，第一个马太福音14:15-17，啊，天将黑诶时阵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。他们好往村子里去，自己买吃的哈。啊，是讲你人无圣经，你人听我讲哦。第16安尼讲，耶稣讲唔免害人去，你人害人吃。门徒讲，我人一斗万户五块饼两尾鱼，安怎好你找人吃？好、啊，啊，我问你人，好、啊，门徒是注重咧倒落咧，好、啊，伊人是注重，伊人无诶。啊！伊人出着伊，唔当出着人无诶。伊人看到迄个五块饼两尾鱼，人安尼人对耶稣讲：我所有诶无够咧，我只有两块饼五块鱼，五块饼两尾鱼，我要安怎饲安尼五千几个人，饲饱五千几个人？但是咱来看耶稣出着几多路？耶稣出着诶，就是讲耶稣出着诶，就是第一句诶。好，耶稣出着伊即阵有诶五块饼两尾鱼，好，第一马太福音14，好18-21安尼讲，耶稣讲举起来，好，于是吩咐众人拢坐咧草边，伊举着即五块饼两尾鱼，看天上吼八饼，吼八块饼，来举互一个门徒，门徒又举互众人，伊人拢吃了，并且吃饱了。布村的唱嘴，拢总捡起来，吼、哦，堆了几个篮？十二个篮。哇，你看啦，吼、哦，堆了十二个篮，吼、哦，第只一边讲，这个人除了查某人，拢总无穿鞋的吼。我拉我用这比喻，就是来介绍咱的性质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爱注重咱有的啦，吼、哦，感谢主，咱爱对咱有的有忠心。好、哦，感谢主吼，个就是讲，你爱期待上帝，伊会加天予咱。你对你所有的重视，想会加天予咱啦。感谢主，即阵咱人大家是神的儿女，咱迄个万能的神吼、哦、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是咱的阿爸爸。即阵咱人成为神的儿女，咱就是伊的后代了啦。天父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，身为神的儿子，你是无任何的欠亏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感谢主哦，咱大家站起来，咱举手来感谢咱的上帝，咱来开声感谢咱的上帝。